这里是由腾讯电竞与英雄体育 VSPN 联合主办的2021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 常规赛第三周晋级赛第三场雨林地图的比赛。我是主持人酷酷。我是阿辉。我是杜甫。我觉得辉哥下次介绍的时候你得硬气一点，我不能说我是阿辉，你要说我是辉哥，伞兵他哥，辉哥，懂了吗？杜甫的声音可以小一点，因为他没什么牌面。好，我们不说那么多了，好吧？这局比赛也就已经开始了，对不对？航线情况可以看到，直落派男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直接把我们的语音交给队员。他们可能他们是一三区，要么一区，要么三区。二区好像有一个。二区好像有一个。我再看。对。二区有一个。刚刚想过，你们那边两个，看到了吗？两个，二区两个，然后你们三区区就一个，懂吗 ？OK， 我们就区一个，对 ，OK， 然后你们这边一区有一个，被击抓，可以抓，但是来叫那边，我们从他那边进，追击抓，他在线下。可以叫对面吗？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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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没过，张毛头，那你就是二区两个，我打两个，我这边没事，他在二区，在一区，听到了，去哪个位置？你们能不能通电话？我叫一下那个什么二区副队，你是把那个一说啊 ？OK， 能不？从那个地方，能不？行动，从我这边，从我这边，是的，是的，小心他有人拉大招呼一下啊。OK， 这个我过点，我还没看到过，过桥的应该没看到过。奥东还追着，跟着奥东对枪。你们干脆，我加战斧枪。我没走，在这里。有烟吗？几个烟过？没烟，我没有烟。那烟区可能还剩两个了。打一下，我过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一军架下，我在这哪去？二三是哪边打的？哪边打的？右桥吗？二三打的。OK， 小明，我先过，你架。OK。我打不了，他弄掉我。二三没人。嗯。架上右桥，一军。我打这个哪去了？我过了，我架去。OK。架拍照。过来了。OK。打我三一个。没有，没有。能扶吗？能扶，能扶。小心二层，你快开门！我帮你，我帮你开门。我拉他。好的，来，我接近中，给出。那个在木下楼，我们可以去二层了，小心过点。我去。你们去进来吗？看你们能装。过来了。快。那个木匠在右手。快，快帮你。想要吗？不能，他可能是他们后面双架的，你们双架，双架，对，我就上双架，听到了。干什么？应该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他对面不打枪啊！来，接步枪，他不要打枪枪。那我就给他过了，我有很多盾了。我看看，你再帮我看小兵感觉。我在这帮我看，能看小兵？来，我接你了。我等我就，他跑一个点，你们看这边，他跑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地方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在这，在这走，看，你就跟我走，越跟你，越远就不走，小心点，然后站下，跳楼，我拿个饮料，打饮料，你们两个别接，我站，好，跳下去了。这个吧，OK， 可以找一下队友过点，别急，慢慢走到位置。我过来了。
他们在外面啊，他靠哪边？靠哪边？我不知道。快拉火了！我看。火了。给到你这公司找人对面过点。可以。不用急着打那个，我去给他压力。哎，我们去他的楼下后面找下他队友过点。他们这边排队去。杨海洋，你看这车。我是队长的。不是，不是。我爬上去，你去！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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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这坡上不行啊，先别歇。大哥，大哥，这边，这边，帮我补一下，有电没补的？我，你帮一下。我跟你听我说，你上面有什么技能？懂了吗？哎呀，我死！我们要上什么技能了？再等，再等，加快点，加快点。几个？两个，全都是人。三区是吧？对对对，三区。哦，杨伟过点。走了吧？我去到四区。你们听到四区不？你站长，我给你接过去。军兵可以过来。我看。等到我给你拿完，我们动作。完没？直接走桥上，咱们到了。好的，我看。现在，等过来。兄弟们，我又单挑了。没事，大哥快死了，两包。好，有点好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一波落地战打得非常的焦灼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对面的站，他们的位置分布的非常的散。对，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防止有，旁边的一些枪线干扰。而且更何况，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个一圈啊，是在派南中心附近的，而且还要小心一个第三方的劝架。在打架的时候，居民也是一直全程在指挥说，一定要小心第三方的劝架，慢慢的抓，慢慢的打，不要着急。因为我们在最开始第一波遭遇的时候，已经是削减了对面的一个人数了。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对内语音交流的是非常细致，从他们的交流来看，真的说可以说，辉哥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。我懂了，辉哥的眼睛里面已经有泪水了。辉哥啊，别紧张，辉哥。虽然说我们掉了一个六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对不对？六将那一波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误，因为六将当时越战越勇，对不对？勇攀高峰，越战越勇，越战哎，怎么倒地了？来听一下队内语音吧。我去看过点。你在桥底下，桥底下。能再救吧？能救。最好起边。等一下，来叫我。从左边过来，左边打刀。哎，补不到。哎，两军。九幺，哎呀，突然忘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就是忘记让大家坐下了，所以说切回来跟大家说一声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大家可以坐下了。好，谢谢各位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对，各位老板们可以坐下了。好，我们还是继续听选手们吧。哦，东不去我们。只能当最后一队，得卡屁股了。左边还有调整，嗯，这个背面那边，瑞典应该大部分要进你们快场。哎，他们倒三，一个地主是哪里的？圣母，他们死完，圣母死了吗？这么死了一个，来了，我上来了，要落吗？落，我上你上了吧，还要上？停了是不是？还是在看？哦，上了，摸山，走了。你们过来，不要看了。摸伤了 ，OK。
全摸上去，你们这个是这是什么？三区得留一个。留我留。留一个，然后看一下那个什么 CM 那方向。你们那个黄区有没有人啊？看到没有？在找一个。应该就是 CM 导游。嗯？应该是他有个没车的。先上来说实话，上他也上不了了。我上。可以 F 一波。我的椅子在左边。哎，我这边也没圈的，黄区。是的，还没圈，得埋，得埋伏到。这他们得吃到，得卡，得卡。我扒住了。我也去买手证，说实话。但不知道到哪去了。上面一个是两个人过地铁，然后一个人被得上来一个刀。咦，甩命的呢？等一下，一个挂了，到这波，有个人上坡了，闪电可以开走。慢慢打，走。等到过，等到过。闪电是另那边的，左边另能看。我没加走。右边看，右边接。我守住了，我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进来，进来，快点。二百个。闪电兵。好的，你左侧。进攻，进攻。我进房子，房子还有一个。房子有人进了，还没结束呢，回来回来。你们盯着吗？我进不了，我进不了房子。那行那行，我得回来。人来，那人还在死的话，我听到了。我可以进右手边吗？对，好像就在我们中间。啊，放烟了，兄弟。就在这中间，他们都在独立左边那个大招，就明明在那里，右边是可以去的。我靠，给我秒了，不好救，现在救不了，他应该要攻了。打残了，打残了，我也打了。我得先救你，得行。咱们先压一点，要过来。你先撤，我们跟撤对面背包坑的。左边上上了。我来，在左边啊。我这里。背背坑。背背背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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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啥？有烟，有烟，有烟。喂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里。对大炮。我有烟，我有枪。我跟你去。不要说，照他这玩意儿，好像啊，这杀在我们前面，快来看，打，我跟他对面，给我往前冲，我打一个，背靠右边一个，右边没攻出去，是吧？嗯，是，一烟我死了 ，OK， 听九死亡了，我得顶这里，我得顶这里，揍一个。有雷吗？没有。我有雷，我有雷，我有雷。你加，我先加。你丢。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。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外面，外面，外面。我加，我加。我加不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加不了，我加。OK， 我加不了。他两个人，兄弟，你快放开！我可以看一眼，我可以看一眼，我可以看一眼，别急。左边撤了，我掉一个，我掉一个。这锁里吗？对对对。我来给你们，后面还有人吗？丁丁，我掉两个，这边。往家里丢，这里面跳，丁丁。我来给你们。看一看一眼。我得去管右手边，说实话。大家出来。我来给你，我来给你丢。别给这企业，我看不到你们。死了吗？在管家右边，说实话，我用了。哟，哎，别上头费吗？就没。哎，你别管这人家头费吧。军兵在说帮忙。军兵在说帮忙。哎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。哎，我靠，左边。不会死了，死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来，我。哎，气死我了！我是管右边了。就管，
你对我严厉话我说一个。没事没事，你直接去前面。我我先来呀，你跟我来，没人打我，躲在这边。哪里？这里，阿达。你要给谁一个？黄区的，黄区的谁一个？我进，我看你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他在卡这边，卡在我们家的。我在区间。你转个魔王，王将。我们清点区。喂，听不懂啊？说他们到哪个？说他们是多少？右边这个明确的，他们好像卡这一个。嘘，哎，这边没看到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这个哪个？别落脚步，神兵。哎，那你们我没地方去看到吗？你跟我飞出去，左边没有人。我哥，你们看这把，一个狙击 ，A 狙击，我的 ，A 死亡，这，不用说话，不用说话，不用狙击，我都知道。打他两下，那死亡 A 狙，我看。我追他，我追他，兄弟，三个兄弟。还有关吗？我满天可以看你们左边。我要是他们一个狙击。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没事。野猪多大一个？你多大一个？别慌，别慌，你给我压一下。帮我补一下。主要支持支持。关门，没变这个地方。在哪？可以从我左下方过来。上来一个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上来一个。我看，咱们得给 buff。明白。我在。来，左边石头，左边石头。哇！几个？我操！牛逼！我操！我牛逼！牛逼！哎，这个用我用的，我操！这都无语了。太牛了！太牛了！来，咱们看一下我手机有延迟。啊，行。